来给到绿翔，五秒钟，右卫给到心脏，心脏，明显的抛投要到了犯规。其实前面克拉索夫跟他的低位那个动作，我认为就有吹判犯规的空间了。对，刚才有点像是两个人碰撞之后都弹开来了。那个跟少辅在罚球线的时候，其实都去影响到他的情绪了。来看一下今天改变定位的右卫，在场上会有什么样的发挥？这应该是他生涯第二次打替补了。